别难受啊。你怎么还带着呀？哦，带什么呀？小小留念。我爸托好多人问了，都见不到人。我听说打架是会被治安拘留的，要我说，我们刚刚就应该打一架。打呀，体育运动，叫上我呀。不行，小宝，你不能胡闹。好好，我没有闹。哎，你们想啊，我们都要去上大学了，那总要见一面告个别吧。我们打一架，关姨跟小建哥见一面多好。你有没有常识？治安拘留那是在拘留所，查案是在公安局，那是两个地方。小小，你还没有学法律就懂这么多了，这不是常识吗？常识吗？对不起你，我没考好。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喝多了？我要是能多考点分数就好了。好好，我对不起你。你别哭啊！好，你不要忘了我。好好，你在上海不要忘了县城还有个我。你别哭啊！我知道你尽力了。对不起你。我没考好。好啦，不管以后我们在哪里，我们的友情是不会变的。干杯！干杯！再说了，不管我们去到哪儿，我们终究是会回到麻阳街的。别哭了，小宝。要是我们以后搬家了怎么办？要是以后麻阳街不在了怎么办？就算以后大家不住一条街上了，我们还是可以常常聚在一起的呀。就是，而且麻阳街怎么可能不在呢？你说什么胡话？哎，我告诉你们，我虽然成绩不太好，但是我以后会有大出息。我要买一艘画报上的大床，船，什么船？人家游艇。马达达，我以后就要把你的画报贴在我的船上，
我要让全世界都看到你。呵呵，吹你的牛吧。我觉得家呢不用太大了，温馨就好。我希望呢，我以后有一个小小的家，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阳台，我可以带着我的老婆去看星星。哥，只要她开心，怎么都行。哥，我也想看，不带你看。哎呀，你的理想也太简单了。不简单，不简单，简单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我们真的毕业了，我可以去北京了，我要去上海了，我也要去上海。哎，梁小宝，你就乖乖的陪我留在广东了。马达达。马达达，马达达是我招的，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。马达达，马达达，有人找你。马达达，我才不是马达达呢，我是麻阳街最漂亮的大明星马小小。对。我是马达达，我爸妈最疼我。喂，马达达，马达达，到，我给我事找你。达达，嗯，你是小小唯一的妹妹。嗯。你要学会关心他。嗯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，你不许告诉别人。好，我不说了，我自己跟他说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哎呀，我哥不想说就不想说了。我要亲自跟他说。我们总觉得离别是一件需要准备很久的事情，然而一场大醉醒来，等到我们真的需要告别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只不过是你一生中很普通的一天，直到很多年后的某一天，你才会忽然意识到有些人可能再也见不到了。往哪里走？往哪里走？东东早。去哪里玩？我出去一趟。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。谢谢啊。哎，就喜欢吃这油条，每天不吃它的话，我就感觉浑身不精彩。干什么呢？没事，请我喝茶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
我来上厕所的。去。小杰哥，我突然又不太想去了。奶奶，任哥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哎呦，你，哎呦，我没事，奶奶，你哭什么呀？我是不是高兴了，小天哥呀？哎呀！帅仔呀，肯定都没吃好哦。奶奶，奶奶给你做好吃的去啊。我干嘛？这店怎么回事？那刚开业，老板就被抓跑了，怎么搞啊？说，咱们去看看，看那个店，去看看吧。你看，这家什么店啊？卖什么的？哎，看看，哎呀，咱们过去看看吧。哎，是看店啊。走，咱们去看看。好看吗？开发在这儿呢啊。等会儿，金刚在后边啊。哎呦，你快把货放里，都空了这块啊。梁老爷，来真系好眼光啊！这是我们香港人的最喜爱的运动鞋了，全广州都没有几双都在我们店里了，预告重塑了。老板结账。哎。是了，你怎么了？这饭是为我做的。老天哥，你能接麦给我吗？啊，打折。打折也买不起。大胖，招呼一下。哎，来了。哎呀，谁呀？哎呀，你们来了。大胖哥，哎，买什么呀？大胖哥，啊。我就这些钱啊，你看着帮我给这么好，学姐她会喜欢的。哎呀，谈什么钱呀、啊？自己拿。你谢大哥。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眼镜可不便宜。那我特，我没钱。你拿特别便宜啊，真是的。大哥，我这个只要一块钱。你这个戴上有点像傻子，你还是换一个吧，行吧？我喜欢。一会儿我给你买一块，一块你不买啊？一会儿我给。行，行行，要不咱俩一起买，135我穿，246你穿。那收拾呢？我拿回家洗。陈家，哥，我只有这么多钱，你先拿着，我以后有钱再给你。我周六也给你穿。现在小香港可热闹了，走，跟我走。小杰哥，姐回来了。我已经填完志愿了。
我还有事。要买什么跟大宝说啊。姐，快过来看呀，姐。啊，这可是张茹茹的新海报，你上次可是弄坏一张了。要不我买呗？买买买买买买。当当当当。我不换，好看，你买的？嗯，我看你。你们快看，我姐给我买张国荣新海报。哎，好，你也买个发卡呀？嗯。哎，笑笑，你看这个粉色的，是不是很适合？我不太适合戴这个，比较适合你粉色。我去小卖部，我再看看别的发卡。哎，姐，你不说你不戴发卡？我突破一下不行啊？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小小怪怪的？哎，这也五毛，谢谢。哎，笑笑，怎么了？我去看看小江哥。小江哥不在，出去了。他去哪儿了？街口那边吧。怎么了？见到小健了没有啊？奶奶，我见到了。哦，他在那边送客人呢。哦，哎，小小啊，奶奶做了好吃的，跟奶奶一起吃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走。连我马皮的兄弟都敢搞啊！小健，你一句话，要他左手还是右手？留着吧，让他告诉他上面人。这么长，连他们一起闹，滚！滚！到里边关了几天，辛苦了，飞哥。我俩谁跟谁啊？哎，好兄弟。咱们现在的生意是越做越大，一定会有人不爽。而且，之前你搞过阿田，所以他们这次拿你开刀，全都是做给我看的。果然是华哥做的。对啊，这个阿四就是阿田的手下，上面就是让飞哥和华哥各管一边，井水不犯河水。现在他们生意没我们做的大，上头不高兴了。才来搞你的小香港的，上头，上头还有谁啊？阿姐，以后你会知道，我现在问你一句话：从现在开始，我交给你的每一件事情，你能保证不出任何闪失吗？能或不能？飞哥，你高兴吗？哎呦，飞哥，放心了，小健没问题的，我用性命担保，我们兄弟两个一条心，帮你把生意搞大啊！啊，慢走，飞哥。走了。是吗？那我下次给你买。好好，我还不要。你喜欢哪个？我送你啊。你答应我的外语班报了吗？真的要报啊？报也行。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那我去国外找我哥的时候，你就别跟着了。怎么了？我没事啊。我回趟家啊。回趟家。啊？哥，易东东今天也怪怪的。
哎，小香哥，你回来了。王小贱。什么事啊？小贱哥，我请求你，以后打架耍威风的事情，能不能离麻阳街远一点？我做什么跟你有关系吗？什么意思啊？那天晚上不是说好的，小香港开业后一起去北京吗？你就当我没说过，这么认真干嘛？走，带你打游戏放松放松。走，走，哥。小姐牵着手，真少。欧奶奶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最能懂你了。但是我发现我不太懂你了。你让我给你时间，所以就算你进去了，我也在等你。我也没有忘记我们的约定。我已经填了北京的大学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？小小，人是会长大的，也是会变的。你跟我本来就不一样，你拿什么说懂我？你就应该好好憧憬你的大学生活。还有，不管我是打架还是进监狱，都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跟你没关系，好吗？小小，过来一下好不好？我有话跟你说。易东东，疯了。这也太傻了吧！要是我的话，直接转身就走。那是你，我觉得东东这样很帅啊。小小，过来我这边吧。小小，我有话和你说。那小子对你挺好的，快过去吧。你应该和他们一起玩。最后奉劝你一句：踏入社会，别那么天真。我要是像你说的一样，老老实实过日子，会有今天的小香港，会有那样的摩托车吗？我姐过来。成功了吧？
你干什么，小强？哎，小强哥。其实经历过的才明白，即便日子还会像从前那样过，但有些事情的发生，有些说出口的，甚至是根本都没来得及说的话，都已经让一切悄然发生。怎么收伤的？我自己砸车砸的。华哥一出来就找你麻烦了？不是华哥，小健，今天公事谈完了，
我现在是你李叔。如果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，可以跟我说说。我今天进去，让他特别伤心。之前说的好好的，要一起去北京，现在弄成这个样子，我想他对我非常失望吧。他要把我的车砸了，那锤子太重，他拿不动，我帮他把我自己车砸了。但是作为你的李叔，如果你想退出，我理解，也愿意帮你。放心吧，李叔，我不会像他一样退缩的。小健，不过你说的对，阿飞和华哥现在盯着我的小香港，我不能再把身边的人牵连进来了。那你想怎么做？小香港本来就是清白生意，就把它交给大胖吧。至于我，我还是离麻阳街远一点吧。怎么了？阿飞查到阿四举报的事，还把阿四打了一顿。华哥发了很大的火才走啊。抢我们的货，还打我们的人，他真是嫌命长了他。最可恶就是那个欧小健呢，今天还把车撞得稀巴烂，不知道他做给谁看。这么嚣张？对呀，今天他还为一个女的打架，不知道和这件事有没有关系。这么说，欧小健和这女的关系不一般了？有可能。你不去北京了？妈，不去了。哎呀，真不去了。